大家好，今天要分享这一个汽车，它原装电池跟那个 alternator 来充我们的 battery system。我们今天的 battery system 是12V 230安12V 这边。好，我们的 battery system 主要放在这边，那个是那个冰箱系统。好，然后这个是 solar 充电的系统。现在它已经在开始使用这个电，因为我们冰箱已经打开了，所以说它是用电在大概15A 左右，15A 左右。OK， start together， 现在我们开始车 start 起车。然后它这边就开始了，15A。还在玩几个那个，玩几个啊？所以说他现在在充电58非常的快速高速，很快就把这个感觉充满，这个充电的效果是很快。所以说我们主要这个是 DC 与 DC 的充电，但是来电也是有这个头拉启动。给这个白具充电之后，就使用那个冰箱也是要使用电，还有一些 LED 灯那些电也在使用，所以说很快就充满了53。OK， 谢谢大家。